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今天为您讲解的是2015腾讯棋牌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第十二轮的一盘精彩对局。今天带给大家的对局呢，对局的双方呢是来自内蒙古的小将玉强，对阵呢新科状元特异大师来自成都赢家队的郑维彤。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对局的过程。玉强呢，应该说是这个最近两年呢进步还是比较突出的哈，在这个洪志啊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指导下呢，应该说棋艺呢还是有了明显的这个进步。他也是内蒙古的，两位大师之一吧，对，还有一位是苏少峰选手。对，内蒙古呢，在这个仪态集团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应该说这两年呢，这个取得了可喜的这个成绩啊，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中呢，他们也获得了这个全国冠军，也是对，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最好成绩。嗯。这个棋呢，对于这个红方来讲呢，就是黑方已经强挺棋足了啊，嗯，就说红方这个棋呢，就是说一般来讲会走车二进四啊，或者车二进六，这个车总要过去。对，但是玉强呢，这里呢，选择了一个五六炮的这个攻法。然后选直这接个，平炮。大家看到这个屏幕，它这个啊，我们一般管它叫玉强啊，这个也是特别是问了他本人，因为这个字儿呢是多音字，同时也读魏字啊。这个玉强呢告诉我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家里的传统呢，就是读"玉"这个音这么读下来的，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觉得哈，可能对这个字呢，这个读法又不是很了解，顺便也告诉大家一下。郑维彤呢，应该说最近的调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在这个不久前，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第14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当中呢，郑维彤和这个上谢海静的，啊，对，来上自海上海的谢静呢，两个人配合，为中国队呢夺得了团体冠军，他个人呢对，也是呢，一路顺风吧，可以说获得了这个他个人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呢世锦赛的冠军啊。对，应该说，郑维彤呢这么多年一直呢非常用功啊，对，他今还年是联有赛，了非常好的这个回报。对，联赛下的也不错，嗯，18轮棋是11胜7和，对，这个战绩很优秀，然后红方走马王进七。好吗？黑方呢，针对于这个红方的五六炮呢，还是采用了这个强制的这个动作，就是左炮封车。之后呢，黑方走炮平四啊。这招炮平四，你知道是谁先有的这种构思吗？这个不太清楚呢。啊，这招棋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肯定是针对黑方这个五六炮这个阵型而选择的吧，因为红方以后总之进7兵以后，马七进六能顺利跳出来，他先平炮先预防了这个手法。这个棋啊，是由这个类似这样的构思呢，是由这个河北队的已经这个退役的这个老将，也是河北队的原主教练的特异大师刘振中老师呢，他先走出来刘的。老师，这个在9几年的比赛当中，就针对五六炮这个阵型呢，他呢别出心裁的走出了炮平四。正如你所说，他的意图就是将来你兵七进以后，你马进六跳不上来了，对，我给你来一个瞪眼炮，这个炮对你的炮。啊，这个构思呢，应该说也很精妙，是啊，成为了一种经典的这个阵势呢，流传了下来啊。啊。所以说，老一代棋手呢，确实对这个棋啊本身的理解呢，还是不错的啊。红方车九平八，出局，黑方马二进三。挺晚的。那么郑维彤呢，应该说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布局呢，研究有素啊，他对自己走的吧这些棋啊，研究的都很深啊。往往呢是能够给对方呢一个更大的这个威胁。他实战走的兵七进一，红方兵七进一，黑方的14进5，那不是。对，等于黑方呢就是暂时呢安兵不动，来看红方怎么去进攻。对。我给你摆了这么一个阵型，看你怎么来破。是啊。应该说整体上来看呢，红方这个棋呢确实呢不容易呢特别好发展，因为对。我也跟这个内蒙的选手下了一盘，然后这会儿我就选择这个。补士了，然后将来车八进六，选择先补一手，或者先车八进六也可以，就先说进去。对，
就这个棋呢，就是说，可能黑方要车一平二，你可能就要接受这个对车了啊。哦。然后再什么车二进一，怎么这个调过来，这也是一个思路啊。是。那红方呢，就是这个时候他又采取了这个继续，啊，从中路上来威胁对手。对。他就是不给对方炮八平五这个瞄中兵的这个先手。对。因为这总是一个隐患嘛。是啊。那黑方。这个就炮四平五了，对，他选择平炮，对，这个黑方走法还是挺灵活的，对，黑方不像呢，本身也没有大的问题，哦，这那可能红方可能会出现炮五进对炮啊什么，另外一个思路了，黑方在炮八进二或者炮八退一，嗯，但是黑方呢，郑维同呢对这个布局呢，看来研究的比较有信心，对，他就直接摆了一个中炮，他尽管呢步数呢少了一招棋，但是从这个针对性上来看呢。它起到了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作用。嗯，那么走到这儿呢，作为红方来讲，这个先手呢就面临着这个挑战，就说你这个中路想从中路这个进攻，但是对方有这个中炮，你这个盘头马又架不上去。对啊。本身这个棋星上来看呢，就是有先天不足。是啊，那张浩，您说这棋红方怎么调整呢？啊，那实战好像选择不是特别好。对，嗯，红方实战当中呢，他走了个马七进六。这个就是等于，对，没什么大用。他，但是他倒没有，他先补了一个士，哦，他马七进六。嗯，实际上红方这个棋啊，就是怎么防止这中路？就是如果灵活一点，可以考虑走退炮，啊，退炮。对。然后这样呢，这个阵型呢就是打一将呢，打将那我向三进五了。那中兵丢了也没有关系。你换掉以后，我是在十四进五，我阵型快嘛，还可以。是。那可能黑方会跳马。那我们炮六七，这个炮很讨厌啊，长炮先啊，先把他赶走，嗯，那他正好顺势压住你，嗯，那红方再补七象吧，象七进五，象七进五，对，黑方马六进七，反正这个棋看着红方也很绕，因为黑方很明确，对，上马要准备登兵，然后这招很厉害啊，我们大家注意啊，就这个棋这走上就不得了，啊，又登车又马九进七，这是一个常见的手段，那么红方。没办法，只能再炮六退二打他，再打一下。黑方再退一步，然后红方再马七进六。这个我也是，就是走到这个局面，我就替红方想，怎么这个局面动啊？是啊。反正走到这儿呢，就是说也没什么先手了，但是呢，基本上呢也不算太坏。双方应该是一个互缠的一个局面。他有可能蹬。嗯。反正红方确实也觉得这个不是很理想吧，但是红方这个棋呢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啊，我们看，就是这个，对，换掉，那他只能打。打掉。那只能再对炮。继续对炮。对。那他只能再打。我再补，知道他。嗯。而黑方呢，这个三路马还弱一点啊。对啊。这下去。进车什么的，所以他直接对车。对，我们就对掉他，去八进九。再换掉。对。这样换掉。让红方再把这个兵蹬蹬。这个棋呢，从感觉上来看呢，就是黑方呢多卒又是兵种好，对，但是仔细一看呢，红方也优势很小。嗯，这个那就是黑方优势很小啊，是啊，因为红方呢这个子力它比较灵活，这两个马呀这个都开通了，对，马三进五，马三进四，这个登兵，这个黑方这个车炮也被拉住，对，所以说脱不开。嗯，这个棋呢就是红方呢就是说的还能够接受啊，当然是当然，这个棋呢，我们仔细给它摆了一下这个变化，就是这路变化呢，红方反正也没什么便宜，但是也不至于太坏。是啊，所以就张军这个就炮五退一要更好一些，更灵活一些。因为红方这个阵型呢，就是说他走死了已经，因为你这么走，感觉肯定是不行。对，因为他是中炮。对。人家炮八平五打了以后，这是重炮杀棋。对，他是总是欠手。因为你要是不像我有这个炮五棋，那这个炮走不开，这个炮。赶不走呢，所以这中兵丢着得赶紧。对，嗯，因为你这个棋黑方一炮五进三以后，你十四进五以后，这个棋更死板了。那可能这个调整这个阵型的，当前我认为觉得可以接受的就是走炮五退一，但是我又摆了一下后边的变化嘛，就是给各位棋友呢做一个参考啊。是。然后实战当中呢，红方他没有走炮五退一，他马七上六了。对他这个中兵也没有去理会。黑方呢，就是走车平二对车。其实黑方也可以先炮五进三打一将，
先将打将以后再对局，给红方呢少一些变化的机会，对，把他吃掉，然后他再蹬回。这个棋可能红方还应该走炮五推一。啊，赶紧这个调整阵型啊！你打将，我再飞将。嗯。但是跟刚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对。但是呢，走炮五推一感觉要比他实战还要好一些。可能就是实战这个中兵丢了，还是。对。这个阵型还是没有调整开。对。他走马六进棋了哈。对他是。就是他先补了一手士，先补了一手士。对，反正就是他好像没有对这个中兵丢了，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紧迫感，可能。因为这种棋呢是这样，就是说，可能这个棋谱呢脱离了这个红方遇强啊，他提前的准备，而且是盘面当中呢又遇到了一些困难，嗯，可能他临场呢就走的呢显得有一些吃力了啊。对。因为局面又南下，然后这个子力呢，这个五六炮大家知道，它这个特点是比较攻稳。对。但是，一旦你走不好，它就变成这个僵化、比较呆板的这个阵型。因为这个很多这个网友啊、棋友有的时候问我，他说：“张老师，我喜欢走五六炮，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也很难回答。是。但是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五六炮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好用，啊，有的局面下可以，它比较工整。但是目前这五六炮呢，它就没有发挥出它原有的这种理想的这种啊，可能就是这个二路车也被封住了。对，他马六进一蹬，他马六进三补上，对，他兵九进一走啊，没有，他走个象三进一，他又飞了个边象。对，这招棋他想他就是想先车二平四先就怎么出来以后哦、他是先飞的边象吧？对，啊，对，他可能是先飞的边象。哦，先飞边象，嗯，对方象棋进五，对，象棋进五，先飞了个象，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棋挺难下，就是红方就是这个二路车也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这个三路马也比较弱，他车二平四出来，人家会这个是不是人家得打边兵啊什么的棋，那他还是出来算了，对，出来的话是不是可能出来好一点，好一点，对他不出来的话，这个车呢。受封呢更难受，他是蹬了。他不愿意，他想着这还是拉住人家。马二进三。对，他跳马。这个棋呢，就是说，红方呢在这里呢又是走的不够警觉哈。是。就是这个棋确实已经比较难下了。他比如说再车二平四，就来不及了。他应该上步棋走车二平四。然后更好一些。对这个棋呢，黑方他有这种可能。啊，跳。他往上跳，你再捉，就是一次捉，他马八进七再往里跳。正好蹬进来了。对，等于黑方现在多兵了。对，这个主要红方这个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什么攻击点。他将来可以车八进二，什么车八平六啊？对。啊，就说他八路军呢，将来会有通道。是啊。对，所以说呢，走到这儿呢，这个玉强呢，这个忙中出错，他走了一招什么呢？他走了一个炮六平七。对。这招棋呢，可谓是一个恶手，就是说的，他一走这个棋。马上就形势更加的恶化了，哦、急转直下。嗯，那么黑方呢，走到这儿有什么好的手段呢？那好，稍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精彩的对局。面对当前这个形势呢，黑方有一个什么精妙的手段呢？就是黑方有一个炮八平一，打兵。哦，这样打兵。就是红方炮六平七一的时候。他想去拐吃对方的象，对、啊。那黑方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用这个炮把这个兵打掉。嗯，就是当红方这个车呢，这样也只能换掉。杀回头的时候呢，嗯，黑方不先马七对八，他先有一个炮一平三。啊，先走个先手。对，等于无形当中呢，把红方炮六平七这个先手登象这个手段呢，是、啊、就给他消掉。对，这样等于红方炮六平七这个计划呢，又再次落空。对、啊，而且也少兵，对，进入残局以后呢，嗯，这个棋红方少兵，而且位置差，对，啊，飞象，对他只能补一手，人家把这个车蹬掉。对。现在我们看一下啊，黑方等于剩下四个卒，红方剩三个兵，双方都是双马双炮，但是红方你看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哦，两个象啊飞边上去了，对，双飞燕，嗯，双飞燕这个。不是好的阵型，
对，这是一般呢是容易出奇的阵型。哦，这样他得赶紧解决啊，这个，而且他中炮，对，人家阵着也很痛苦。因为象棋呢是以中路为核心的，是，你要他老帅在中间嘛，嗯，所以你向的要尽可能向中路飞，哦，然后才工整。你飞到边上去了，这个阵型呢就松散了，嗯，就将来呢容易出一些问题，中路呢保不住啊。嗯，那他实战当中呢他也没办法对三兵，对，嗯，那利用这个边象呢这个特点呢赶快把这个码头呢疏通呢还是比较及时了。对，然后黑方跳马，那黑方这个马还是比较快啊，嗯，然后红方这时候就先出了个将，哎，他也不能马三，少平四，对，他也马三进五，对炮也对不了，那正好有个马七进六，对，嗯，就说的马七进六，你一蹬，我马六进五，这蹬又蹬炮又蹬象，对，他来不及马三进五，嗯，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方，黑方就是，啊，黑方这马也挺快的，跳上来，对，跳上来了，嗯，就是两个人打仗呢，嗯，啊，是，因为这个象棋呢，它本身也是象征着古代这个。啊，冷兵器时代的这种战法，嗯，啊，阵地战呀，你不像现在有核武器，有制导，嗯，啊，你这个整个的战争的观念变了哈，啊，嗯，那这个棋呢，就是说象征着古代这个打仗，就是谁先占领制高点，谁先占领有利位置非常重要啊。是啊。那么黑方呢，这个马炮炮，前沿这个三个子呢，对红方呢，啊，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牵制。对，红方这个整体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展了。对，那张老师，你觉得这个棋红方关键现在该急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红方这个棋呢，进退两难，就说对，是不是很没有一种方向感？对，走到这的时候，嗯，就是搁谁走呢也很困难。哦，这样。对，因为呢，就是说你，就是包括我们研究这个棋哈，是也没感觉到红方有什么更好的，嗯，啊，能够。脱险脱离这个摆脱这个牵制威胁的这些手段，嗯，那么红方这时候走的还可以，炮五平六还可以，嗯，接下来黑方走炮三平六，对，黑方对也不让你回象，这样这招棋呢走的也比较哈，嗯，刁钻，嗯，张维同呢他的棋艺风格呢应该说非常细腻啊，哦，这个他的老师啊，这个就是在进入四川队以后呢，嗯，主要是由这个四川队的原来的这个老将呢李爱东呢老师呢来指导他，嗯，李爱东呢也对张维同呢这个非常的关心啊，是这个对他呢也比较这个倍加爱护吧，嗯，啊，特别是四川的领军人物这个成都棋院的院长这个蒋全胜老师呢，嗯，也是呢这个给了张维同呢提供了很多啊这个帮助啊和鼓励，是啊，那么整个西南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张维同啊，嗯，这个全国冠军这个重量级的特级大师，对，也应该说整个呢。也为整个西南地区呢填补了一个空白。啊，那么郑维同呢，继去年全国个人赛以后呢，今年八月份在德国的世锦赛当中呢，再次呢夺到这个冠军。也应该说，这个最近呢，他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棋手。郑维同呢，非常优秀。嗯。这次世锦赛去呢，他本身呢还这个带病出征啊，这个赛前呢，由于自己身体有些过敏啊，嗯，不得不服用一些这个药物。结果到了这个德国以后呢，还是浑身的这个，他跟我说那个阿莫西林啊，嗯，吃了以后这个过敏，浑身这个长疙瘩，哦，然后呢就不得不去这个德国呢去这个看病，然后这个顶着压力很大，来自北京的这个选手呢，薛忠也是世象联的副秘书长了，嗯，亲自陪同他。他说欧洲这个看病真贵，他说我进去看了五分钟病，啊，医生呢跟我说了一二十句话。啊，给我开了两盒药，嗯，最后收了我73欧元，七十三欧元就是600多块钱，哦，啊，他说真贵，嗯，是啊，所以说我说你这次对欧洲可能又有新的体会，是因为这次这个从世锦赛回来以后呢，正好这个我到机场呢专门去这个接小郑，嗯，因为这个一路呢我们两个就这个闲聊，是，因为正好呢这个郑维同呢。代表四川队呢，跟我们北京队呢，这个客场作战啊。对，联赛。然后郑维同呢，就是到了酒店以后呢，他就说：“张老师，你什么都不要管我了，我就倒头就睡了。”他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跟我寒暄了一下，就是倒这时差去了。那么最后，尽管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呢，又再次战胜了这张胜红。应该说，张胜红是胜红老师，是我们北京队的，对，你也是很优秀的一个棋手。嗯，但是这个张胜红确实这个棋也走得很遗憾，这个最后的棋呢。
出现了胜机啊，被郑维通逆转。是。但是呢，还应了这句话，就是说，啊，国际下棋的谚语，我想用在象棋上也同样适合啊。他说是高手呢总是幸运的。啊，是吗？嗯，对，小郑他的确是非常刻苦，嗯，而且带病出征也是压力很大，而且小郑的这个为人也比较低调，也比较谦虚啊，对，也是这个一个好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个风范。嗯，这个棋呢，就是说黑方一炮三平六，红方只能走马三进四或者象三退一，哦，啊，强行上马会不会丢象？丢象我马四进六，我就对攻了，哦，那我倒也不是，啊，嗯，我也乐于接受，或者象三退一。那在实战当中呢？哦，他退了个象，他这个象退的应该退这个象，哦，结果被对方战术袭击。你看小郑抓住这个机会，嗯，他退象也是想尽快圆上，但是他可能忽略了黑方这个马六退八。其实这个玉强呢，嗯，应该说功夫呢也是挺不错的哈，啊，对啊，最近也挺扎实的，嗯，但是可能对小郑跟王天一的时候，嗯，这两个人对到这两个哈，啊嗯，大恶魔的时候，嗯，这个可能这个棋手的这个心态啊都有点过于紧张了。对，而且可能导致这个残局，这个玉强可能下的也不是特别老练吧。对，这盘反正他表现的不是太好，嗯啊。对，而且这种就张二，您看这种残局又不像那种简单的这个对多兵这种残局，嗯，这还是带这种那个四马炮攻杀的一些性质。我们接着往下看，难度很大。他蹬着象呢，他怎么办呢？他只能退象了。象丢了以后还是带杀，他只能逃对方。正好有个退炮，退炮一走，嗯，因为这个棋，他就要马八进六将，要抽将了。对，将你只能垫炮支持，太危险。嗯，这将还抽着马。嗯，所以他走了一个，又还了一个中炮。这个棋更雪上加霜，就是说，嗯，无论如何这炮不能再回来。哦，那是不是只能也得飞个象？就是象丢了我也得飞，哦，因为这个象不连上啊，就彻底不行了。嗯，是，因为你将我进来打掉马六进四，蹬双，我还搭这个兵，你登双反正暂时也握不死我，哦，是啊，就是飞象更顽强一点，我再出将呗啊。他环中炮是不是等于就是如果往前看就等于他没有走棋，对，又失败了，走来走去，嗯，然后没走棋，然后黑方的位置越来越好，对，对方这时候又走了一好棋啊，回马金枪，嗯，有一个马以退为进啊，哦，这不行，好，把这个死马呢，嗯，通过这个退回的运转，所以说这个象棋呢有时候也教人一种思维方法，对。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是前进的啊，它有时是以退为进的啊，所以说的还是符合咱们这种中国人的这个古老的哲学思想。对，正好就唯一一个马没有投入战斗了，正好能跳出来，全局就盘活了啊。嗯，对，好，我们都要稍微快一点了，可能剩的时间不多了。对，啊，后边的招还有一些战术，我们再给大家分析。跳马，嗯，啊，黑方马一进二，他就是不要中卒了，他牺牲这个中卒，嗯，然后来赢得全线的这个进攻，对，所以说这个全局的意识啊，这个大局观非常重要。嗯，经常有的人呢这不理解，嗯，说这个象棋没有某些这个棋种这个大局观重要，实际的这个话说的有些偏激。嗯，其实象棋呢这个大局观呢可以说更加的明显，是因为它子力啊更是要协同作战啊，对，这个很多这个局面情况下，嗯，它是啊动一个子啊而影响到全军的这个作战。对，这盘棋虽然俩双方都没有车了，但是这个四马炮的这个战斗也是对非常的。你看象棋这个很显著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对，就是说它紧凑，啊，它这个短小精悍，它你看起来，嗯，哦，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些棋友在马路边上啊，嗯，这个下棋，在棋馆里，啊，茶馆里下棋也能支招，嗯，就说高的低的它都能支两下招，但是呢，你如何走得这么流畅，能把这个子力呢，对，走得这么协调，这个就是需要你的功夫了啊。对，好，我们继续摆招吧。马六退五，嗯，人家马二进三一蹬兵叫杀。对，这只能炮六进一。他走了个炮七，嗯，炮七进一。炮七进一。然后黑方又是一个一退为进，马三退一。不，他先退了个炮。啊，他先炮五退一，先憋住他。对，我觉得他怕他马五退四。对，黑方这他先关注他。都非常就是先控制你，不让你的马回来，因为黑方这个马双炮呢，把红方这个三路马控制住了。是，啊。再退一步炮，他怕他马五退四，将来炮七平四，这个反击是这样。对，嗯，啊，这个逻辑就清楚了。然后红方也赶紧要跳这个马啊，对他那个马现在红方这三个子都动不了了，得赶紧调整阵型了。他马三退一，对他马三退一，下步准备马一进二，铺这卧槽，对，这个棋挡不住了。这主要将门被控制住了。嗯。
这个棋就是说看起来红方大子不少，好像就少一个边卒，对，但是呢全盘呢就是受制啊，呈现这个败局的这个模样哈。对，他很无奈抛弃退二，他走了一个退，因为马一进二以后还有马二进四，他要双防马一进二，然后红方这个很厉害哈，他不惜先走，他先借用一下，对，这也没办法，这也飞个象，因为你要炮击平六，他有炮五平三双击，对，双打，然后、又是打马又是闷弓，对，丢子，然后他让你这个边象再飞起来，让你阵型呢再等进一步呢透松、啊，对，这黑方这几步棋走都又马一将，你没办法，只能炮击平六，平抛啊，然后继续马二进三，现在准备登象啊、嗯，这个象就保不住了，对，这个棋飞起来也很危险，飞象的话有个炮三平二，嗯。炮三平二，马七退八，他象五进三，把你卡住。对，啊、卡住，关键以后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马了。对。现在你要出将的话，他还有一个平炮将。他对你出将，他就象七进五。对。他把自己的阵型补好了，下步就打你马。对。啊。是这个棋，应该说黑方，总之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哈。对，主要可能就像张老师您说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没有走出炮五退一这种调整阵型的。啊，也不是炮五退一是决定，就是说他残局当中呢，哦、就是他还有几个机会，就例如我们刚才说马队进七不登兵，先去二平四，哦，保留这个四路车的一些反击。是。然后呢，他最致命的一招是炮六平七。这样平炮、被人家打兵，这个。对，炮六平七就等于白走了一招。对，没人打兵，炮一平三，这都是先手。对。他还不是走过兵九进一呢，都比这个下法都要强。对，他可能也是忽略了这个黑方。当然呢、嗯，他走了这么一个局面以后，你也给了黑方的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说精彩的棋局啊，那必须得双方配合。是、如果双方都走得很严谨、那这个棋就有可能呢，谁也难以逾越这个雷池啊。对。好，接着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结果吧。他先把这个兵吃掉。对。啊，马三退一蹬。把象蹬了，现在准备闷弓叫杀，红方只能出帅了。对，出帅。好。然后黑方是选择炮五退一。对，他再打。对。其实你如果更细，可以炮三平六一将，再炮六平二。再杀棋，那再出来呢？再炮五退一。哦，再打。他可能更好。等同于他炮原来是这样子的。对。他将一军杀棋，然后再打。对。对对，当然这样。但是倒没关系吧，系啊、因为这个棋他也是胜势已定。那他实战是走的炮六平九。那就马上输了哈、嗯。他如果走马九进八呢？进八的话，他先可以给将。是将一军呢？将，那他只能上帅。嗯。再炮三进七，再顿住他。顿住他是不是下将呢？只能下，要么马一退三哈、啊，就快将死了，基本上。这个棋炮五平六也很厉害了。炮五平六将军。对，嗯。你这个也容易偷吃了。对。啊，闪击。因为黑方还有这么一个炮三平二的手段。哦，先平炮。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下步马一退二，把你那个马再打死。哦，这么打马。对，嗯，这个棋就是说的红方也很难这个应对了。下步马一退二，把这马关死了啊。对，主要黑方这个，这红方这个底线这个漏风啊，太厉害了。因为你看，你要马八退一的时候呢，我炮五平六再一将，正好是将。我将来在马六退四一将呢，这个马丢掉，就抽你那个子。所以他这个马也没办法，人家马一退二。对，就是那个马就能给生生的困死了。哦，这样。啊，就是这个棋呢，黑方有很多种手段了。那么实战我们看最后这个，这个棋啊，对，就是这个棋。啊，他跳进来，他登兵，他登掉，他出帅，他打，他走了一个这个，对，最后他然后走了一个，他就将了一军，他就输，最后一步棋就认负了，因为你再进将，马进三就将死了，对，这你再电炮呢，他马六进五。对，都要丢子。所以说走到这儿呢，红方看大势已去呢，也只好这个认负了。是。那好，有关这个精彩的对局呢，我们就为您呢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好，朋友们再见。好，再见。